眼前一亮怎么演？飞檐走壁，调转马头，弯弓射箭。这次角色好多打戏。上挡下三步，好，侧身挡转身。好帅呀、啊！哎，再来再来。挂了啊，来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劈。蔡阿姨你好，觉得你们都是超级年轻的，就带有一种茶香的味道。这茶叶就……采访几个单独来吃饭的人，来看看他的一个独居的生活状态。我上个学期的时候就遇到过这样一个情况，就是家里没电了，然后也不知道一时间去联系谁。这就很多生活上的不便，就会发现你在自己独居以前真的完全不知道。我其实有点社交恐惧症。两个人聊天千万不要找话题。我特别享受就是回到家就有一个自己独处的时间，然后不被打扰。不论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，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。我爸自己做的音箱。自制热水器，油不鸟做的。对，我希望我的爸爸看一下人家的爸爸。爸爸那些就全部都是你爸从各个平台上面打印出来的。我很感动，但有时候不想在他们面前表现我很软弱的一面。